收睇 Angel 手语世界。我是 Angel 啊。大家喜欢看什么表演呢？我就喜欢看跳舞了。虽然听不到音乐，但是舞者的肢体很优美。今集我会教大家关于表演的手语。唱歌，唱歌，跳舞，跳舞，演奏，演奏，栋笃笑，栋笃笑，魔术，魔术，舞台剧，舞台剧，欣赏，欣赏，我好喜欢唱歌的，将来要开演唱会。我听过管弦乐团现场演奏，非常震撼。我大学的时候做过舞台剧，接下来是魔术表演，请大家欣赏。好久没看表演了，那你想看什么啊？我想看舞蹈和舞台剧啊。我也有兴趣啊。以前我都参与过舞台剧表演的。真的？当然啦，不如我们明天去看看有什么表演咯。好啊，我们明天文化中心见，好吗？好，好，拜拜。聋人虽然听不清楚音乐，但我们可以透过表演者的表情和肢体，感受到他们对表演的热情。所以我们和健听人都一样，会欣赏不同的表演。我们下集 Angel 手语世界再见啦，拜拜。